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 Net Chan 谈赛马嘅时间啦。咁啊，上次礼拜三赛事提供嘅心水咧，都喺上一段片已经回顾咗噶啦，大家可以随便去睇一睇翻，了解一下嘅。咁近几次高出赛马表现都尚算 OK 嘅，咁今次有四只高出赛马，分别系第一场、第二场同第七场。如果大家喺個熒光幕睇得唔清楚嘅話，可以去翻上一段高出賽意欲馬嘅表，高出賽意欲馬嘅 YouTube video 睇翻，咁啊，我都有讀個馬名出嚟嘅啦。咁大家知道啊，Net Chan 談賽馬一個免費嘅賽馬頻道啦，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意欲馬同埋兩隻 Net Chan 馬蛋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嘅免費頻道繼續營運，可以經過 Facebook post 嚟到個 Blogspot，咁 Blogspot 周圍咧都有啲頁面廣告嘅。如果大家覺得廣告有興趣，可以撳入去睇一睇，支持我啲廣告客户。咁同樣啦，YouTube video 播之前有時有啲 video 廣告嘅，唔使一定喺右下角撳 skip ad 啊，或者略過廣告嘅，可以睇一睇，睇耐啲。如果覺得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左下角撳一啲連結啊，或者中間有時啲頁面廣告嘅，撳入去睇一睇，支持我啲廣告客户。咁支持我啲廣告客户咧，就等於支持我 Net Chan 談賽馬呢個免費頻道啊，繼續營運。咁聽日第二個場次將會介紹第九場。咁第九場嘅獨贏嘅位置投注策略啊，獨贏嘅位置投注對象就係10號嘅二郎。嗱，依場咧我就揀呢只周俊樂啦。嗱，睇翻個分場表先，周俊樂跑到依場，都跑咗3場啦，手感乜都有晒啦，佢話感覺到香港賽馬嘅模式啦，佢話好去到第九場。咁呢只馬，咁啊個人都熱咗身先啦。咁嗰只馬勁嘅，前嗰場跑田祖千四賺晒萬步速，都係嗰啲叫做有啲人為㗎啦。點解賺到萬步速啊？嗰場嗰啲開心好友潘頓、沈集成拉唔放嘅嚇，明白啦。大家呢場大家都嚇記憶猶新。咁誒放得偏慢末段係大末段咧，22秒35自己截斷。唔簡單㗎，呢個時間自己放下末段，只佢22.35。咁今日上次泥地啊，都跑到個第三嚇，咁啊冇加分泥地，嗰次填咗千四跑加2分，咁今次落翻千四嚇，嚟翻填咗千四，咁咩情況呢？放咗個周俊樂，檔位亦都好，減10磅，咁我覺得就即係幾大機會，同埋嗱。諗下啲人為嘢啦，今次大摩有隻信心保證，今季一滴都冇㗎啦，呢只馬嚇。講真，我真係唔信佢爆呢只嚇。咁啊，但係都仲有啲前速嘅。如果我係大摩，我點做呢場？好，二郎放即刻埋欄，信心保證就俾咗二郎埋咗欄之後咧，佢就自己硬出二碟，等其他對手去硬外碟。因為呢場啲主要對手都係外搭後上嘅，你應該美麗非凡啊，美麗非凡。話唔定涉到難，呢個唔肯定啊，唔同啊。駿龍區一定喺外邊兜上去衝嘅，極速馬一定外邊兜上去衝。佢寧願揞一啲馬出去，咁二郎自己賺少少腳程，賺少少自行零放，可能係咁樣嘅部署嘅，好唔好啊？咁何銘年聽唔聽使係另一回事，但係相信都識做嘅呢啲嚇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我嘅諗法。如果我係約好唔好啊？個跑法就係咁。二郎放咗出嚟先，信心保證揞出二碟，揞開晒所有其他馬。呢個就係我諗法，因為信心保證好大件嘅只馬，你要佢喺左右側邊穿上嚟咧，都要花啲功夫啊。咁但係，所以無論喺呢個前場嘅水準啦，同埋今次嘅檔位減磅，同埋有同馬房嘅馬配合咧，咁我覺得可以稱先少少二郎。咁拖三隻配腳，咁其實都係三隻同一個 form 啦。就係美麗非凡、駿龍區、極速王、商場唔曳嘅表現，呢三隻都。咁商場係步速偏快嘅，咁所以比較理後上，所以你話極速王美麗非凡追得好，駿龍區跟得比較急咗少少嗰場，所以灌注唔到，臨尾只係緊緊領到我第三。但係今次佢應該會留翻後少少，因為上次真係實在跟得太急，你睇早段13秒21，21秒29，佢跟住喺第4位。絕對唔簡單嘅嚇，臨尾灌注唔到，情有可原。今次留翻後少少，可能個趨勢會有啲唔同。極速王就係好有能力嘅，你見佢跑呢場夜晚咧水準高。
今次係加七分都唔大阻力，只不過今次去到九檔咧，田泰安如果蝕位功夫係麻麻地，依只馬咁樣試下二疊一疊咁樣轉上嚟特別勁。如果全程三踏走，我唔敢講依只馬會唔會發揮到咁強勁嘅後勁，呢、這個要留意。但係配角一定要揀。美麗非凡上次亦都係賺一塊步速，但係你睇見佢去到直路衝嗰陣時咧，仲係有少少唔順，仲係有少少傾向內線，傾向內線，但係已經比以前好咗好多。我相信呢只馬慢慢教，慢慢教，重拾正軌嘅啦，已經嚇。咁啊，跑翻田草千四最佳路程內線嗰度，慢慢再教，慢慢再教。同埋今次可能有條藍尾嘅貼都未定嘅，佢唔當嚇，可能有條藍尾嘅貼㗎。佢出閘如果順利，信心保證喺前面，智取雙頭會搶，信心保證搶三個確秒星。佢只要係快過確秒星，即刻可以攝到埋，如無意外嚇。睇下咩情況，睇下莫雷拉個操控點啦。所以只馬一定要要翻。咁啊，唯一我覺得可以比較大威脅對二郎係呢只美麗非凡，佢如果選咗喺內面咧，攝上嚟咧，可能係可以衝爆過二郎都未定。咁啊，所以總括嚟講，呢場嘅投注策略係攞十號二郎做獨贏嘅位置投注對象啦，同埋攞十號二郎做連贏嘅位置 Q 彈，多一號美麗非凡、四號進龍區同埋十二號極速王嘅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段片嘅分析啦，如果可以嘅話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撳一撳讚。同埋分享一段片俾你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一個頻道啊！如果對我呢段分析有咩意見，可以下邊留一留言，咁啊大家討論下呢場賽事嘅形勢嘅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啊，我而家另一個渠道咧發放一啲臨場分析嘅，每場賽事十分鐘之前咧都會講下二杯啊嘛，預嘅集前落飛嘛，場地形勢啊，同騎電動態等等嘅。如果大家興趣收啲信息嘅話，可以嚟到我 Facebook page Net Chantam 賽馬，緊撳 send message 或者傳送信息，或者嚟到我置頂 post 留一留言。我會盡快發啲關於臨場分析嘅信息俾你睇下，睇下你有冇興趣參與嘅。去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嚟到我 YouTube 頻道 Net Chan， 緊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同埋撳咩鬧鐘，咁你有新片咧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嚟通知咧，第一時間知道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